哇，这个眼睛，这個、眼睛看起来太呆了吧？哪有人无耻一用眼睛就长这样子？他的眼睛怎么长这样啊？让我把他带回去。啊，我负重了。What the hell？ 哇，那两只雷龙还在那边啊！麻烦你们离开好不好？他们很喜欢你的家，不好吗？我不喜欢他们，我希望他们赶快离开，烦死了。真的很困了。那个雷龙那个眼神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在看着你？他为什么没跟过来？雷龙的表情好讨人厌哦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、感觉他视角都在看我、欸，哎，好恐怖哦。哎、欸，远远那只山脚，远远的那只雷龙也在这样看我啊。我要做噩梦了，我真的要做噩梦了。你想想那个眼神看着你，然后跟你说“少年给亏吗？”亏个屁呀、啊，亏！哎、欸，他都不动了啦。欸、而且我发现呢、啊，他这个方舟的武器都没有耐久度、欸，哎。对啊，完全没耐久度啊。对啊，一做就是永久用到底、欸，哎，怎么那么贴心啊？超贴心的、欸，很好啊，没有不好，我觉得很好啊。哎、欸，书架是干嘛的、啊？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饲料锅烧啊，岩石不够啦，待会再说。风干箱我知道。我们来看书，我们是星星学子，奋发图强。来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嘎，里面一本书都没有，用来放那个啦，蓝图的图纸啊，是不是？就是你可以放那个土地群啊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。这个书放这里会不会怎样进化吗？那、啊、完全没反应哎、欸，不给放，不给放哎、欸嗯，只能放图纸哎、欸。真的？好吧，我要去找上次那个遗迹呀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新尾兽哦，要三十等才可以抓，放弃了。它是素食还是肉食？啊？什么？它素食还是肉食？他是素食，哎、欸，我把他射死了，靠！杀雷，呜呜呜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 ，no，no，none， 还说是高手啊？狼哥是吧？不知道在这里我是老大吗？干什么东西？哦，就这里啦！我上次本来想来这里，这里到底是怎样啊？意思是我们可以去拆他的家就对了，啊？需要钢镐，钢镐，需要钢镐啊才可以啊采集。好，我们现在没有钢，所以说不能钢，算了。哎、欸，下面有个门嘞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感觉真的像遗迹哦。有。哎、欸，里面有狼，我看到了。我看到了，你们看那个标记，给你看一下。有啊。草原狼遗迹的，我要抓。啊。多少鸟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在睡觉。哦，嗯，亚妹。哦，救命！要死了！救命啊！嫩，还说是高手，嫩。结果你们在他身上差那么多次，他都不会碎啊！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？不可驯服，靠背浪费剑了，干去死啊！啊啊啊！上！救命！哦，我赢了！哦，我赢了，嫩啊啊啊！还获得了什么？萤火虫真登柱的蓝图哦，优秀探龟的马鞍哦，哦，好舒服啊，太爽了！哦，原来这边有探宝系那个寻宝系统啊，这么赞啊！啊，这故事告诉我们。看到新生物之前、哦、我们要先去查证，先按个右键。对对对，看能不能驯服，不然我浪费一堆麻醉剑了，真的很想哭。不过捡到东西还算赚啊，我觉得还算赚。
我们可以学这个啦，那个工艺后面有一个这个东西吧，有没有？哇，我们可以做这个呢，萤火虫灯柱啊，哦，柱灯，萤火虫柱灯。四角屋。对。可是我们现在好像没办法补血了、啊，我有点想要先回家了，我好怕、啊。回啊。我是不是听到狼的声音？好好，我先回家，我先回家。干，太危险啦！哥先回家哈。择日再战，择日再战，我们先回去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是这样讲嘛？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刚刚原本要做什么，忘记了啊？我们原本要做那个研磨器，研磨器先出。结果我们一个岩石都没有带回来，我来冲一下。用石镐采集十个土块，这很简单而已啊。我拿错了，石镐。抱歉。耶、yeah ！你要送我什么啊？东西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里。后面。怎么又是这个啦？突然没有兴趣解这个任务了。你好歹也给个装备吧，先进眼，呵呵。哎、欸，不是这个、啊，不是啦，按右键哦。这个。我觉得我们踩到早上再回去啊。哦，已经早上了。太快了吧！我才刚想说踩到早上回去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早上了。我觉得我们岩石还是要多一点啊，这样不行。请问有人知道聊天室怎么关闭吗？伺服器的人一直说话，挡到我。然后，哦，抱歉。我在看聊天室啊。我在看聊天室啊。少啰嗦，你少啰里七八嗦了你。我这是在测试观众的细腻度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我要看，这样才能知道观众有没有认真在看呐、啊，而不是只想顾着跟我聊天，好哦、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是不是？我没有啊，啊就在测试啊，就看观众有没有认真在看聊天，那个认真在看这个直播嘛。好、哦。对啊，不然的话又一堆人就说老头不理我干嘛的啊？直播还是要看啊，啊颜色有区别，好不好？只有八七才会去一直敲他，知道吗？不知道是哪个白痴那边敲，敲老半天敲不下去。白痴真的哦，受不了哎、欸！饲料锅烧锅，应该是可以制作，就是比较容易驯服的。对，因为伺服器没办法开多人，只能哭哭。没错。放哪里？放这里。看一下里面可以做什么？哎，可以做那个呢，火石粉。这是之后的东西吧，甲壳素。这是火石哦，这是火石粉。然后这是什么？你好像做完我还会给你哦，火石粉。做一个，那、哎、也没有东西啊。好，我们可以做麻醉品了，棒。可以做两个，鸡当家太美了。你是说要让我移鸡去当我们的家哦？其实也没有不行哎、欸，但是我想要先去里面稍微。肃清一下里面所有的敌人啊，把他们全部弄死，我才能安心的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这个弄不掉？这是 bug， 自己踩，太大字，真的自己踩。哎、欸、，Oh my god， 我要死了，我这只龙要死了，我要迅猛龙，救命！哦，不要，迅猛龙什么时候跑出来的、啊？啊！哎呀，还在追啊！哎、欸，让他去咬雷龙，让他去咬雷龙，让他去咬雷龙，快点！一个 gank 大法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啊，我卡住了，不吃电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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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杰龙，你看
他一脸就是怎样，我刚把你踩死了，我拽不拽样子，那表情超讨人厌的、欸。妈的，踩真小、啊。表情那个眼神，就那眼神讨厌啊。话说你的兔子也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我兔子也被踩死啊。我天哪、啊！我现在正在找，我现在正在找我的傅杰龙死掉的那个包包啊。不然我刚刚踩心酸的哦。有在身上吗？没有啊，我包包嘞。哦哟，烦呢！你看啦，那只雷龙又在强奸我家啦！干，总有一天我要把他们全部杀光，就跟巨人一样，把他们赶出去，杀了一个都不留。我要变巨人了！这个声音实在太好笑了。听到那个声音还蛮好笑的，哥不作死。看一下是什么鱼饵，哇，这游戏还有鱼饵可以做哦。我觉得这也是之后的事吧。烹饪锅，再弄个烹饪锅。烹饪锅摆哪里啊？这里。这是虾米？竹笋汤，感觉好好喝哦。胡萝卜汤。哦，小麦装满水。也可以做面包，我觉得这个都是要，这个都是需要靠那个种植生产出来才行的。我还在等你做那个便便，什么便便？便便坑呢？便便坑，就是用围栏围着一群那个大象这样子。你说健行象哦？啊，对啊。那就用围栏啊。欸，结果我把它给围起来了、欸，呵呵，被围住了。木有栅栏吗？好像只有门而已、欸，哎，木窗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梯子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用，只能用木质门了。这也太奇怪了吧！好丑哦！我的天啊，这三小啊，哎、欸，那小叮当任意门有没有？好了，一只就好了吧？好，这样应该就够了。我觉得我盖到羊村了。我们先升级嘛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抓那个碳龟，碳龟二十级，没、欸、升级了，好快哦！碳龟不是三十级吗？二十吧。三十是那个呢，三十是三角龙呢。哦哦哦。哦，看这里太少了吧？栅栏跟麦块一样，放下去会直接转方向，是这样子啊、哦？可是我刚刚放了，它没转方向啊。要、啊、不然我们等一下再放放看好了。讲到人马会晃啊，大家都懂，大家都懂。哦，第一集嘛，第一集嘛。啊，你懂我懂，大家懂啦，不好意思说了啦。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。哦，就不方便讲，不方便讲。哎、欸，你看这只嘟嘟鸟掉到这边，然后一副鸡巴脸在看着我，真的很讨厌呢。我说真的，真的很讨厌，超级讨厌。哦，哦，我中招了，他喷我之后就走掉了，这样子。哦，嚣张哦，嚣张哦，欸，弄不死哎、欸。你都没中，要怎样弄死？我要抓他。既然我们这么的有缘分，好，就帮你驯服了。等级一啦，应该很好抓啦，好不好？等级一，等级一。哎、欸，我们不用学啊，我们有打到那个精英安呢，我忘记了。呜、哦，死给！哦。你看他这个周遭有那个冲刺的那个状态，但是移动速度超慢的。嘎，在搞什么啊？哦哦，原来。哦，看到了。是好难对哦。原来是这样，受教了，受教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你看他可以这样子哎、欸。连起来哎、欸，
可以呢，是时候移机了。哎、欸，有人说不做翼龙安吗？哎、欸，对吼，那我们先飞一下吧，来飞飞看。哇，哎、欸，飞好快啊、哦！